蔡英文在五月二十号，马上要进入他第二第二个任期的就职，那所以陈时中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认为啊，他是在扮演蔡赖佩啊，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的防火墙，同时呢，他也是在扮演啊现在的行政首长跟副首长苏贞昌还有陈其迈的防弹衣。陈时中非常清楚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一个炮灰的角色。 如果出错，谁来担这个责任？不可能蔡英文嘛。第一个可能担责任的就是陈时中嘛。如果防疫工作做好了，那陈时中万幸。那未来的这个行政首长也轮不到这个陈时中来担任，一定是民进党的派系人物来担任，绝对不可能让一个非派系人物、非核心的民进党的党人呐、啊。 这个陈时中来担任，所以陈时中非常清楚自己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技术官僚。这个技术官僚是一个短时间的，那所以我们从总的来看，台湾的防疫工作啊，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人民啊，我认为啊，是处在一个高风险当中。所以我认为呢，台当局啊，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明辨是非，就是把。 黑白分清楚，就是什么是防疫，什么是政治，搞清楚。防疫就交给陈时中，政治就交给苏贞昌。政治该负责任的是苏贞昌负责任，防疫该负责任就是陈时中负责任。我想这个界限应该分得清清楚楚，让老百姓也能够心里面很安稳的说，哪家医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暂时不要去；哪些地区可能是高风险，一定要戴口罩。 台湾有，台湾老百姓一天到晚看看烂，哎呦，今天又是哪边有问题了？哎呦，哪边又不能去了？每天就惴惴不安。我认为啊，对一个所谓的民主、开放、多元社会，却形成一个惴惴不安，这一个分分秒秒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讽。